今天呢来到这个笑里相迎，就不一样，我们心情非常的激动，因为前面来了很多的演员，非常重要。谁要说错了，不一样，就在这儿。一人说话，众人听；众人说话，乱哄哄。大伙儿一块儿说，这蛤蟆炒坑啊！这，我先说啊，跟大家您看这个群口相声它不一样，大家一块儿说啊，这个最看这个基本的是四个人一块儿讲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特点。刚才我说的话没听明白，我先说，别让我着急了啊！这人我告诉你，我们。这店门在这儿了，是吧？这，都什么馅儿？这是，就这么点能耐，还得我先说。为什么每个人特点不一样？有的擅长说，有的擅长唱。你看那个唱的演的不一样，往台上一上，别闹了，现在情况非常的严重了，知道吗？怎么了？咱们这个笑里相迎节目第13期要求天津相声广播出一个节目，咱们四个人开了多少次会，节目都没定下来。为什么定不下来知道吗？一开会就跑题儿，咱们现在现场就开会把这个节目赶紧定下来。咱先研究什么呀？咱最起码得把逗哏的定下来呀。这个逗哏是一个节目的核心，没错。这个逗哏的定下来，这个节目的基调就定下来了。这逗哏要定不下来啊，这节目就不成立。所以先得把这逗哏的定下来。跟没说一样啊，这玩意儿，咱提点这个建设性意见不好？建设性啊，我觉得这个逗哏咱得找一个形象好的，咱得找个漂亮的。是啊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四楼的朋友，我爱你们，你们好吗？不是，谢谢。要现原形啊！赵老师，问您一个隐私的问题啊。您说，你们家没镜子吧？没照过，估计不是。就您这个模样还漂亮啊？我怎么不漂亮啊？你知道吗？就刚才进来的时候，还有那个女粉丝跟我搭讪。就这模样有女粉丝跟搭讪，您信吗？这去啥啊？信。你看看，呵，你真爱护野生动物，您。都是善人。就我告诉你，照着你留神吧。真有个女生跟你搭讪，你留神，中了诡计。什么诡计？别遇上那个佛跳墙。什么叫佛跳墙啊？佛跳墙不懂了啊？这个美女啊，利用美色诱骗你的钱财。佛跳墙，那叫仙人跳呢。这佛跳墙点菜来了，这真我。说到点菜了啊，咱可不能再吃了。怎么？是啊。你看都胖成什么样了？尤其你们仨啊，有点胖。对对对。现在我就节食。外加运动。您还运动？每天我健步走啊。这我跟你说，健步走那根本就不减肥，不灵。西游记看过吗？猪八戒啊，健步走了108000里了，不还那样吗？不管事儿，碳水摄入过多了啊。明白。你怎么不看人沙和尚？你说到沙和尚了，我告诉你，关于沙和尚有一个千古谜题，到今天没人揭得开。什么千古谜题？可没人知道啊。就这个沙和尚，他挑的这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，没人知道。装的是衣服。胡说八道，没看过电视剧《西游记》啊。这师徒四人无冬六夏就没换过衣服，还真没换过啊。那要装的就是吃的，他们又没吃的了，不是这个化缘就是大师兄采野果子，装吃的干嘛呀？那装的是经书，那唐僧没事得复习复习，期末考试什么的还复习啊。他们西天取经啊，他带着经干嘛去？都不是。那你说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呢？经过我的潜心研究，我给研究出来了。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你想他们是师徒四人呐，多少艰难险阻都是四个人，四个人；多少矛盾、多少误会都是四个人，没错。于老师四个人啊，四个人，于老师四个人，四个人。所以他这个箱子里装的呀？什么呀？麻将。麻将。四个人在那儿打麻将是吧？这瞎打岔吧？您这没有，这就胡说，胡说。那沙和尚也不爱打麻将，不爱打麻将。沙和尚爱游泳。这有哪儿说的呢？这流沙河出来的呀？有根据吧？你不信我没关系啊，你跟我们老板谈去。跟哪个老板谈去？没听过吗？
找工作直接跟老板谈。您这世界杯的广告，你跟老板谈，老板不跟你谈。哎呀，您这届世界杯这个主题曲，咱说说主题曲，太难听了，反正没什么印象。你听的什么旋律？记不住。叮当的咚当。啊，这是七人制。七人制，七个葫芦娃，你这踢足球主队葫芦娃，那客队蝎子精跟蜈蚣精，像话吗？没听说过。蝎子精、蜈蚣精那踢了球吗？就是。那蝎子还好点啊，尤其那个蜈蚣，蜈蚣见过吗？蜈蚣，那他浑身上下他都是腿啊！哎，您这是蜈蚣精吗？这王八精，你这么一比划，中华鳖精，就说这意思，那浑身上下这么多腿啊，你说他哪顺手哪顺脚？那到了场上他手球你都不知道。对，就这动物就不能踢球，现在章鱼也不能踢球。哎，于老师啊，章鱼，这你可孤陋寡闻了啊！这个章鱼哪是手哪是脚是能分出来的？章鱼能分出手脚来？有科学的实验啊！是吗？最新的成果，我就会怎么分这个章鱼的手跟脚。你给说说。您买那个红皮蒜，新下来整头红皮蒜，买完剥了皮儿，咔咔咔咔咔嚼完不能咽啊，咽辣心，吐出去，接着剥，咔咔咔咔接着嚼。嚼完之后，你冲那章鱼啊，你看他拿哪捂鼻子，哪个就是手。呵。太卡通了，这事儿闹的。按照生物学上分类啊，这个章鱼算头足纲。头足纲就是刨去脑袋全是腿，脑袋以下全是腿。对，这是模特最向往的身材了。模特讲究什么知道吗？讲究什么呀？模特讲究那叫九头身。嗯，就这身子长度啊，得是这个头的九倍，这是最好身材。头头是道说的，就跟亲眼看见模特一样。打手背上了，怎么着？我们看过维密，哎，一块现场看的。什么毛病？咱不聊逗哏的事儿吗？又跑题儿了，知道吗？对，又跑了。别聊了，这还完了，这时间都耽误过去了，你这。